查理哥，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你们上这辆车，何爷的车马上就到，记住不要轻举妄动。当然，一切听查理哥吩咐。好。你们上后面那辆。好。哎，好了，开始行动。上车。刘安妮，说，这件事儿不是你说的，不是你告诉你爸爸的，你说。是我。亲人，爸爸也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小姐回来了，哎，真的哎！哎呀！哎，就是那个华小文，是又怎么样？现在上海每条马路都在找华小文，兄弟，你让我们立功了啊！你放我出去！我大哥快不行了，我送他去医院。抓紧他！你就是刘安妮，刘仁轩的千金，是不是？说话。
放开我！放开我！真他妈的野！给我捆起来！放开我！放开我！金先生，如大哥接过来了，他受伤很严重，你快去看看吧。我告诉你，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得把人给我救活，你明白吗？我知道，我知道。他失血过多，需要大量输血。我们医院里没有那么多匹配的血。抽我的。哎，老爷。金先生，我把齐小姐给您带来了。您先下去吧。哎，金先生，我能问一件事情吗？说。白天你接受当会长的事儿，我知道你是被迫的，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不重要，你现在是我最信任的女人，能帮我一个忙吗？什么忙？我需要你帮我照顾一个人。刘师长，刘师长，刘师长，说了没有？没有。弄醒他。是。华秀珍，你认得我吗？很好。告诉我，除了华小文之外，荣家还有一个儿子，现在在哪里？他是干什么的？王福良，你是王福良？你
还是认出我来了。这一回把你烧成了灰影，认得你。说，要不说我就把你烧成灰，跟你哥哥天武一样。你是谁？贾兴，打死他也要叫他说。秦小姐，请你回到你的房间去。我好像听见了女人的哭声。我说过了，请你回到你的房间去。我知道了。
金先生已经准备好了。只许照相，保证刘小姐安全。明白。可以出去了，哼，那么多的废话，快出去！市长，他好像没气了。死了拉倒！市长，这个是一早送到家里的，说是特高科的急件。看什么？中午之前，凑齐50万现金。市长，上午商会开会改选会长，您得出席。下午市政厅那里有庆祝皇军凯旋的酒会，您看也得。闭嘴！你告诉他们，我没空，没空。是。等等，回去，想尽办法把那个女人给我救活。哎，是。走。是。你醒了，小童，你怎么在这儿？先别问那么多，你想不想见荣大哥？我大哥？对，他就在这儿，快跟我来，走。荣大哥只要平安度过这一晚上，就会脱离危险。害了你，你看看我，哥，你别吓我，都好了，他们不敢不照我的意思办。去商会，你一夜没睡了，去上船睡觉吧。我跟你去吧。我自己去。
各位，刘副市长今天来不了。会议照常进行。开始吧。各位，今天我们上海商业总会换届改选，我们将在新一任的委员当中推选出一位新任会长，接替原会长刘仁轩先生的职务。各位，我是大公洋行葛元鹤。既然是商会换届改选，承前启后，那么就有必要对上届的工作进行总结和检讨。我想问一下，今天的此时此刻，为什么已经荣升为副市长的前会长刘仁轩还不来呢？刘副市长他今天请假。请假？哼，怕是心中有鬼吧。啊，今天正好皇军在场，我葛某人要检举。你要检举什么？我检举刘仁轩在担任会长期间利用职权强迫我们出售库存的管制商品。对，而且价格过低，让我们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我有书面材料，请皇军过目详查。请看。我这里也有。我也有。我这儿有。我这儿也有。散会。各位，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选举改进啊，到时候会通知大家的。我有急用，中午之前我一定要拿到这笔现款。什么？要到下午？你们银行是怎么开的吗？算了算了。仁和吗？我让你们准备的现金都给我搞好了没有？啊？凑不齐？废物，一群废物！税务署吗？找你们区署长，你跟他说，刘副市长找他，是税务署区署长吧？老区啊，对对对，是我是我。哎呀，我上午急需着要用一笔现金，想来想去呢，我就想到你了。啊啊啊！30万，哎，银行下午就能兑现了，到时候我再叫人给你送回来。哎呀，真是太谢谢了，太谢谢了！好好好，好好，我等着啊。哎，好。市长，这20万是从银行提出来的，您看。放这儿吧，你出去，通知楼上楼下所有的人，不许打电话，我有急事儿。是。金经长官有请，请刘副市长到特高科走一趟。我家里有急事儿，我已经请假了。对不起了，走。哎，走。哎，放开我，我是市长，我真的有事儿啊。走，我家里有事儿。老爷，这放开我。市长，啊，守住电话，有人找我，就让他们等等啊，我一会儿回来。守住什么电话呀？守着家里电话，让他们等我。刘老，
这不是税务署的运钞车吗？他们来这儿干嘛？这是给刘老送钱来了。查理，嗯，给特高科打电话。好。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知道，是刘市长吩咐税务署送过来的。什么人？你们干什么？这里还有一箱。给我听清楚了，如果警察找到你们，就说在刘公馆扔了100万。我们只拿了30万。我告诉你，你的老婆孩子还有他的老爸老妈现在在我们家里做客，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知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这批无缝钢管我把它放在仓库里了，明天我就上交给皇军。那大和洋行的棉纱是怎么回事？这个我错了，我辜负了皇军，辜负了您对我的一片信任。你可以向你的家人告假。什么意思？从现在起你就不用回家了。金喜先生，不，我对皇军可是忠心耿耿的呀。我现在家里真的有事，您就通融通融。八个羊肉真的是好久不见啊，金老板。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因为刘老不在。你们先下去吧，我跟金老板有事儿谈。你带我出去转转吧。老头子这几天都神神叨叨的，我都快闷死了。你们家不止就这几个古董花瓶吧？你把剩下的拿出来我看看。怎么，你是惦记我呢，还惦记我们家东西呢？我有正事儿。来，哥。哥，你是怎么到金老板的船上的？我也不知道，那天你叫安妮来帮我疗伤，后来我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到了这儿。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我问金先生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告诉我荣大哥病得很厉害，让我来照顾他。小童，谢谢你。别这么说，你们先聊。小童真不错。小文，那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也是莫名其妙的被带到船上，
是小童告诉我说你在这里。你说金山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的帮我们呢？哥，别想那么多了，先把伤养好啊，来再吃点。真是念旧啊。你如果喜欢就送给你吧，反正有这么多他也记不住啊。我跟你保证，这只他永远都忘不了。夫人，夫人，不好了。什么事儿啊？说吧，金老板又不是外人。哎呀，夫人，老爷被警察局留下了。留下？留下什么意思？哎呀，夫人，留下的意思就是老爷被警察局关起来了。什么？他是副市长哎，警察局怎么敢抓他呀？是日本人的命令，说老爷贪污了政府的税款。贪污？你说的是那30万？他们不是带走了吗？不是啊，他们说是100万。100万？小童，金老板对你怎么样啊？他，说实话，到现在我也猜不出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也是。哎，你跟刘小姐怎么样？她知道你在这儿吗？我们能不提她吗？怎么了？我大哥伤成这样，全是拜她所赐。荣大哥受伤，跟刘小姐有什么关系呢？安妮的父亲刘仁轩，就是当年杀害我父母的凶手。我们在南巡所有发生的一切全是他一手策划的。还有，我大哥刺杀他没有成功，反而被他的手下伤成现在这样。那刘小姐她知道这些吗？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她还把我大哥的行踪全部告诉了她爸爸。小文，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事情已经这样了，你今后打算怎么办？没想过。我觉得安妮的父亲势力太大，你根本斗不过他。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应该远离这些仇杀。我何尝不想呢？我当然想回到老家去教书，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可是你觉得刘仁轩他能放过我吗？秀珍阿姨在哪儿呢？她回老家去安葬天武大师了。她不会出事儿吧？说刘副市长都关进来了，看来顾不上这女人了。就是，眼看她都快不行了，也没个罪名，怎么办呢？我看通知她家人来领出去吧。
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该怎么办呢？姓刘的如果出了事儿，刘家就全是你的了。你怕什么？在老头子的遗嘱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刘安妮的，除非他和刘安妮都死了，我才可以得到这些财产。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兄弟们不就想玩玩吗？林哥，他不会死吧？死了就坏了！我得去告诉金先生。季先生是流产，又受了严重的感染，现在情况很危险。季先生，你真的不能怪我，我大哥就是被这个丫头的爹给害死的，所以这口气我一定要出的。去吧。谢谢金先生，谢谢。送安妮小姐回去。这个是金先生感谢局长取消对华小文的通缉，这个是金先生要特殊关照看守所的刘副市长。啊，等等，看守所那边还有一个女人，是刘副市长亲自抓的。
你还要不要？要。哎，老头儿，去把马桶倒了去。我他妈跟你说话呢，把马桶倒了去。不倒。昨天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已经打过了？我他妈说你就是嘴硬，昨儿你还吃饭了呢，这是倒不倒？哎，你他妈，再问你一遍，倒还是不倒？我让你硬，硬给我塞进去！硬，硬！我让你硬，滚开，跟我的啊，跟我行啊，行！我让刘老见识一下尊夫人。我说啊，那日本人啊，把老东西杀了。刘仁轩不见了。你把这两份东西交到各大报社去。我明天要让上海人看看什么叫大变活人。被你杀的荣仲华夫妇有三个儿子，我是荣家老二。